三类展、数学展、科展。第一次希望他是这个。高，很高，很高，也很高，对，也是比我高，很高，很笨，非常笨，超级笨。豆豆虫，傻大姐，脖子很长，鸵鸟，鸵鸟，四只鸵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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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鸵鸟，然后很常忘东忘西，鸵鸟，它就是这样吧，它的脸都一直眼睛都一直张不开，对。每次跟他讲话，他都回你哈。反应真的是有够慢的，他哪天跟他讲完一件事情之后，哈，然后背很直，超直，超级直。平，比我平。爆料，爆料呢，就是他好像数字班考了四次，还是没有上。爆料，爆料，他超喜欢做这个动作，他对我那干气真超想放那个照片，他不是那腰的时候，有一次拍陈拍照的时候，他穿那个 new bra， 穿的跟没穿一样。他其实很三八，他在我面前装的，然后很有气质文青一样，他就三八要死。放那个直接拉开，就可以进影片。我现在放在这个 moment 吧。太高了，这上下半身不成比例。要说明什么？说明一下。什么说明一下？为什么不成比例？就是他上半身很小啊，然后下半身很大。上半身长这样，下半身就很大只啊。不是你那个很小，你那个很小，那个很小，整个比例就不对了。你那个很小，整个比例就不对了。我跟他说的话，加油！加油！他每次都不洗澡，然后呢，还要我之前还要我帮他在网络上找有没有找看人会让人家很想洗澡的浴巾。来爆料吧，就是呢，要传一下刚刚我们在等我编头发的时候呢，他就坐在欧尼旁边，那欧尼有眉毛，他就没有，我就问他说，哎，你的眉毛嘞？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我没加过眼啦。然后他有一次讲话讲什么，他刚刚有一只手机停在一个蚊子上面。欧美妹，我们第一次社课的时候放学，然后你忘记带伞，我还帮你撑伞，对，我们就这样认识的。她是温柔非常体贴的人，她是我们的妈妈。嗯，好，学姐，很高很凶，腿很长，不是那个，对，是就是很凶的那个熊 ，angry 的那个熊。嗯，好。很凶嘛，然后腿很长。很高，辣妹，腿超细，然后很美，很欧美，超级美，对。黑色妈干妈耶。Yeah. 妈，色妈，跟我同班，高黑，眉毛很好看，嗯。女武权威 ，yeah。很黑，超黑，好。也很高，他的腿超级长，然后超级黑，身材超好，但是很黑，头发很美，但是真的很黑，很黑，然后色麻，人很好的色麻，很有钱的色麻。我看到他都以为他是很高冷的女生，因为我找他讲话，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滑手机，那边滑，嗨，可以加你 IG 吗？开始滑，就不理我，我就很尴尬，回到我自己的座位，然后谁知道他以为我在跟别人讲话。就是我们去看中山献英的惩罚，然后他在那边哭，而且不是哭感性时间，是哭人家爸爸妈妈上去送花，他还可以哭。现在放那个高一的影片，然后他跌倒那个画面。就是我每次，可能什么去社办的时候，反正就是去哪地方的路途中，然后呢，我看到一个人，一开始都看到一个人，然后走过去跟他聊天，然后聊不到两分钟，那个想象就从旁边突然走过来，然后每次就都很尴尬，我就想自己默默走掉，对。他很喜欢摸我的屁股，超级喜欢。他常常走到我后面，然后就突然偷掐一下我的屁股，然后他每次看到我在突然跳起来，然后在那边尖叫，他就觉得很爽。他就觉得他一定对我的屁股有某种痴迷，他是一个屁股痴迷。